嗨，大家早，今天是周日的早上，我要带大家去逛一下巴德的大南的菜市场。巴德大南菜市场呢，我从来没有进去过，今天就是以一个完全是白纸的状态下面进去大南菜市场去逛一下，发现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美食，然后值得我们去逛去购买的。我们稍后大南菜市场见。这个方向是由中立往巴德的方向开，刚才左边有经过一家 Day， 现在这条就是快靠近大南市场的街道，这条路是广福路100多号左右。我现在要先去找停车场，之前有来这里的戏院看过电影，大概知道停车场在哪里，但是不知道今天星期日会不会客满。这一条广福路的街道就是周边蛮热闹的街道，有点类似像中正市场的龙东路上面的大马路。左边刚才刚经过大南市场的入口处了，我已经看到，然后我去找一下停车场，看假日是否好停车。左边是大南公有停车场，我现在进去看看。看起来好像有停车位，算蛮顺利的。我们现在要上去停车场。哦，最上面有位置，应该是顶楼，五楼才有位置。一楼到四楼刚才都客满了，找不到位置。我们现在来第五楼了，五楼的停车场。哇哦，今天太阳很大哦，天气很好。哦，蛮多停车位，我找个位置停车，稍后见。到达大南菜市场的周边了，我先在外面逛一下，现在现场人还蛮多的。今天星期日，现场人蛮多，蛮热闹的。现在是从大同路这条路直直的往前逛，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好像侧门的入口进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要离开大南市场了。今天天气很热，你看我拍的这样，满脸通红的，全副武装的样子。现在终于告一个段落，要回家了，找时间赶快再把影片剪出来。拜拜。嗨，这里是雪之岭，与您分享美食、美景、运动与感动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和订阅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